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发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海带飞苗池啊，有个二三十米这样子，这个总的平方数，大家那个上面呢有个100平这样子吧。哇！哦！这塑料袋给带回去，保护环境，爱护我们的海洋资源。你看，麻痹了，找路了，哦，直接倒出来，哇，这乌头鱼，哇，有个1斤半，可以有，哇，可以，哇，鳞呀，鲈鳗，抓不住啊，我看你要给它放生掉这只鱼啊，哇，盖子有没有盖子？没盖子，这里一只，哇，黑石斑，哇，一把！这里！哇，一把给我按住了，很会跑啊，兄弟！这个手擒拿手练得很厉害呀、啊！哇，黑雕的窝！哇，一个跑了！哇，两只这边窝！哇，给他按住，不要让他跑了，从这边来。啪啦啪啦啪啦的声音没听到，按住了，看那边没听到啪啦啪啦的声音，有，这我看到了，你刚才那里，就是刚才你捉这只鱼那里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它已经到角落了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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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操，来这里，要不要我捉？来，摄影师帮忙抓一下，哇，我不够长。你手给他打过来，哎，我来了，哎呀，哇、啊、这只有个3两的，哎呀，来了，兄弟，啊，费了好大劲啊，小捞出来，哇、哦，花盖蟹，太棒了，手给搬掉，哎，哦。兄弟，哇，这个花蟹，这只很大，这只比刚才那只大多了。来这边还有，哎，脚这边我看到，有看到这边，哎，这好像在这个位置刚才。哎，在这里，哎，不是，这，哇，有一只海蛎，三两，这个，哎呦，这边有一只，哇，差点没不小心被咬到了。有，刚才看到了。来一只了，3只花盖蟹了。哦，石油工。哎呦，还有一只。哎，怎么脚软软的？哇，小宝螺，哇，这一口爆，这一条的话要20块钱啊。这种淮上鱼一口爆，很好，很贵。我这石头问你一下，有货。哇。哦、黑雕，今天黑雕有抓了10几只了，黑雕的窝。现在天也黑了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今天收获很吓人啊！哇 ，OK， 好很多啊！哇，这个是比较凶的，竟然放进去。打，一雕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4只，5只。6只，7只，哇，葫芦娃，8只，黑石斑，哇、哦，哎呦，这个好料，有，石油工，哇、哦，这个一口爆，这2只，可以啊，今天收获不错，这么多天以来收获最好的一天，啊，那我们先回家吧，把那个。黑雕煮一下啊！好，
加入深烧。最近白糖去腥，我们现在吃饭嘛，太晚回来了，又是一个人吃独食啊，一个人的晚餐。我自己做了两条鱼吧，红烧，这是我家人吃剩下的菜，鲍鱼没人吃，我正好想吃。那今天先这样吧哈，视频先到这边，喜欢阿香的朋友们加关注点个赞哈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